去找你。得有什么事找我？跪下。爹，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知道我为什么罚你吗？请爹明示。我有没有提醒过你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？爹的教导，孩儿都记在心里。那你为什么拿枪对着你大哥？爹说的是这事儿啊。你这什么口气？爹，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我不操心，我再不管管秦家就要手足相残了。爹，大哥准备带人去十五师政治部要人，我若不出手阻止，必定血流成河，广西大乱。别忘了，你大哥也曾经带兵救过你。你不配跪在兄弟堂里，去到院子里去。那二十几个弟兄，我都带回来了。叶翔的死跟你有关系吗？他是共产党罪有应得。那他的父亲也罪有应得吗？连一个老人家你都不放过。当然罪有应得。别让他包庇他的共党儿子。混蛋！叶翔的死我会算在你的头上，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还给我的。那你就好好活着，我等着那一天。大哥二哥，你俩干嘛呀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我看着你们打。不认了，还认我这个爹吗？都给我跪下！真的决定明天和共产党的代表见面了？来了这么多天了，再不见就失礼了，必须得见了。郑主任那边盯得很紧呢。这个你不必多虑，我倒是想放出点风去，吓唬吓唬他郑主任。别以为我徐某人是吃素的，
跟共产党合作，我亦是靠，而不是跟。我是想请他们来协助我们治理广西，打牢地盘，并非要跟他们走。广西的事情还得要我们说了算。嗯，不管是靠还是跟，只有和共产党联手，我们才能达到目的。明天和共产党代表见面，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，不能让郑主任他们威胁到共产党代表的安全，否则我们的合作无从谈起。好。哎，这边，表哥，我给你找了一个替身，站好了，把眼镜拿来。这怎么样？太像了，就是他吧。主任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徐主席要去龙山寺祭奠王母。他表面上是祭奠王母，实际上是偷偷的与中共代表接头。小心盯着。是。看见张英林了吗？没看见。不应该呀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张英林怎么会不出现呢？对啊。让所有人都撤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徐主席是假的，你没看到他耳边多了一个痣吗？好像还胖了。喂，主任，他们找了一个假主席。假的？我的情报员查到，他们真实的开会地点在青龙潭。情报准确吗？绝对准确。那这样，我让秦文雍带着024小组过去，你也过去帮忙，明白吗？024，要给我保证万无一失。是。这位是特派员，啊，你好。这位是徐主席，久仰久仰，请坐。啊，请。
军事禁区，谁也不准过。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毙了你。是谁说过，永远不会拿着枪对着自己的兄弟？那得分什么事儿。我们是来抓共产党的，不是共产党就让开。要想过我这一关，除非杀了我。冲啊！走！拦住他们！快！这两个人我带走，给你们24小时，到时候我自己处理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见过共产党了没有？见过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特派员开枪惊动了上面的人。是卑职的过错。可如果我不开枪震慑张旅长，我们根本冲不进去。确实是这样。那你们告诉我，现在徐主席点着名让我去道歉，你们人赃俱获也行啊，那也有个说法呀。现在老鹰和阿来又到人手里了，你们让我怎么办？能告诉我吗？这事儿就说，我们得到密报，他们私藏军火，因为消息有误而引起误会就可以了。这样了，看来政治部的眼线的确是无孔不入。以后我们的行动
要更加注意了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这次卑职保卫不力，让主席和司令受惊了。哎，他们硬闯，你也没办法。给我准备到。徐主席。哟，李司令。稀客，稀客。郑某登门谢罪来了。你这是何必呢？请坐。青龙潭的事儿是因为我们的消息有误，原以为有人在那个地方私藏武器，所以就大打出手，弄得两败俱伤，真是惭愧啊！哎，郑叔严重了，张旅长也是奉我的命令，在那儿进行秘密的训练，是一项秘密的训练嘛，所以你们的人一来啊，他也没沉住气。哎，云林啊，给郑主任道个歉吧。郑主任，道歉就不必了，我是怕伤了我们自己人的和气。郑主任放心，这点小事儿影响不了咱们的关系。那就好，那我的人是不是应该放了？当然可以放了。云玲，哎，带文庸去放人。是。这帮兵痞拿枪托砸的，组长，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。行了，郑主任跟李司令刚刚达成一致，你们两个记清楚了，以后少在我的军营附近活动，要不然有个擦枪走火伤到你们，我可不管。我们知道了，走吧。张旅长，后会有期。算了，走吧。今天多亏了你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阿来和老鹰擅长暗杀，所以我必须那么做。你这一枪打得太及时了，他们有没有怀疑你？没有。以后千万要小心。嗯。这次中央代表和徐旅的和谈还算比较顺利，谈到了具体组建新式军队的问题，初步达成了合作。我们准备成立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，我们也打算利用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发展我们的力量，但是这一计划还需要南京的批准。此事牵涉比较广，非常需要你的协助。我一定竭尽所能。还有一点，就是贵军内部阻力问题，我们成立新的军队，会不会引起他们的猜忌？想要解决这一切，与我大哥的合作至关重要。对，积极促成张云林当上师长是我们的唯一捷径。你确认他们和中共代表见过？这不敢肯定，但秦文庸、于长维和张云林在青龙潭大打出手，死伤了十几个人，连郑主任都亲自上门道了歉。嗯，看样子徐旅两位和中共代表已经见过。那如果他们和中共见过了，师长的位置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你看，我心里有数。二小姐过来了，请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哥，你下去吧。哎，大哥，嗯，你找我？有些日子没见你了，哥想你。来，坐。嗯，最近一直忙于公务，所以一直没来看你。不过你今天让人找我过来，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有啊，有些事情想和你商议商议。什么事儿啊？是关于十五师师长的位置。大哥想做十五师的师长。你觉得哥能行吗？我从来就没想着当师长这个想法，可眼下情况不同，秦文庸回来了，我不得不重新选择这个想法。大家都知道，师长这个位置是我和张云林之间二选一，
可是我们的政见不同，更麻烦的是，张云林一旦当了师长，如此一来，秦文雍就会把桂军牢牢控制在手。这个不一定。张云林虽然说是秦文雍的义兄，但是张云林这个人做事一向公正，他不可能听秦文雍的话。 这只是表面现象。秦文雍在桂军中胡作非为，很大程度上是和张云林有关系。你设想一下，如果秦文雍没有这层关系，他在军中飞扬跋扈，是不是早就有人找他算账？张云林进一步当了师长，恐怕桂军会弱肉轻家手中。 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头落地。那，你是想让我阻止张云林当师长？不是阻止，是劝他放弃。放弃？是。现在只有你影响张云林。 冰瑶，如果张云林一旦放弃这个师长，秦文雍就如同失去一条臂膀，不能为所欲为。冰瑶，现在关键在于你。其实哥哥当不当这个师长无所谓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要为全广西的老百姓着想啊。 好吧，那我试试看。去吧，雨林哥。阿瑶，来，先坐下。啊。小五，到。倒杯水来。是。等我一下。 谢谢。抱歉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很忙吗？对啊，最近必须抓紧部队训练，未雨绸缪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广西的作战地图。阿瑶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吗？在我的印象里，你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来找我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行，那我直说了。你哥？嗯。有抱负，是个将才。徐主席和吕司令都很器重他。 你就不能说点真话吗？真话？对，内心里面的大实话。比方说，我哥现在在跟你争市长的位置，那么你应该觉得，现在目前为止最大的竞争对手就应该是他。阿瑶，今天你来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。 我很想让我哥哥做这个师长。他做师长？嗯，因为一直以来，我哥都很有抱负，他对八桂的未来有着一整套的规划。广西的发达，首先就是要整军强武，我们要拥有强大的军队，要拥有最多的武器。 而这些呢，这些全部要依赖于广西的经济振兴，以武备促财政，以财政保障武备。思路不错，但光有武力还不行。这几年，广西战乱不断，最关键的是该怎么促进经济，恢复民生。他认为，首先是要搞实体经济发展。
现在广西最大的实体业，第一就是农产品，所以我们要大量发展香蕉、甘蔗的生产；第二就是港口，像梧州、钦州、北海，要发展这一些港口，这样经济上去了，百姓们富足了，五备齐全了，那我们八桂大地不就是可以实现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我想你应该也对广西的未来有一番规划吧。我该怎么跟你说我的计划呢？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只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谁做这个市场都无所谓。既然你哥对广西的未来有这么好一个计划，我愿意退出市长的竞争位置，让他做市长。真的？真的。当这么多人的面，我能骗你吗？那我替我哥，替广西的父老乡亲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什么？你要退出市长之争？这是我经过反复思考的结果。市长之职已玄虚很久，军中袍泽都为此感到不安。云林啊，这个师是我桂系精华中的精华，师长这个职位动静观瞻，非常重要啊。林权在各方面都比我优秀，他对八桂的未来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，这可谓是鼓舞人心，而且他还会因势利导，这些都是云林所不擅长的。云林啊，你说的未尝没有道理，不过呀，主席，你还是同意吧。你和林权不是简单的礼让关系，而是必须存在的竞争关系。市长这个职位我一直没定，就是希望你们继续龙争虎斗，从而带动我们整个军队的建设。主席，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我和徐主席是不会同意的。你先回去吧，耐心候命。没想到张云林会主动来提出退出师长之争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师长的争端背后必定是暗潮汹涌。还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，这个师长必须要找一个能让全体士兵折服的军官来做。嗯，我的观点不变，我更希望张云林上台。这个人呢，豪爽大气，在部队中间的威信相当高。是，我也赞同更多的考虑张云林，况且他还有秦文雍这个弟弟，可以帮我们在南京多争取些利益。什么？徐主席和吕司令还是希望张云林当市长？是的。我明白了，看来他们还是想在南京方面找个靠山。报告。吕座，于长维要见你。什么？他怎么来了？哥，你有客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林兄，吕兄。哎呀，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。今天什么风把你吹过来的？昌伟有极重要的事儿来通知你，是吧？好，请坐。来。哎呀，请讲。是关于第十五师师长最终花落谁家的最新消息。好，余兄有最新消息。很不幸，从各方面情况来看，吕司令和徐主席对张云林比较心仪，而且我听说今天张云林找徐主席提出要退出师长的竞争，但是徐主席没有同意。徐主席英明啊，做得太对了。你说这个张云林啊，
全广西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做师长更合适的。林兄大度，真乃党国之幸。不过，这徐主席能了解你一番苦心吗？多年来，我跟随徐主席、李司令出生入死，可谓是心心相通。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心意呢？只要是对贵军。 对广西有利，我林权不在乎什么得与失。可是，徐主席似乎不这么想吧？什么意思？别说，我担心徐主席越走越远。 等到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，不单是他的问题，就怕整个桂系都会为他陪葬。余兄讲话，我越来越糊涂。此话怎讲？他跟共产党秘密会面的事儿，你会不知道？有这等事儿？余兄，此话万万不能乱讲。 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会乱讲吗？实话实说，既然他有了二心，我们也不得不做两手准备。两手准备？刚才余兄说的两手准备是什么意思？校长身在南京，心系南宁，他一直在为广西的局势担忧，而且徐主席向来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，所以校长一直在考虑接替他的人选。接替徐主席，这个人选就是你。哎。 余兄啊，这等玩笑万万开不得。你看我现在在开玩笑吗？林兄见识卓越，有勇有谋，而且我早就知道，你金鳞中飞，池中舞。只要东风一起，定会一跃龙门。余兄啊，这番话真是折煞我了。我林权万万不干这等事情。 我们换个方式说吧，如今师长这个职位举足轻重，如果是你当了师长，前途定会无量。可是如果是张云林当了师长，南京政府也会想办法跟他合作。但是，我更希望在广西能够有一个与中央同心同德的师长。可是张云林。 是众望所归啊！我看人从来不会出错，你相信我，这个师长终归会是你的，因为我更期待与林师长合作。林兄，事在人为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好。 身为党国的军人，我们一定要遵从上面的安排。当然了，如果让我当这个师长，一定会和党国同心同德。好，那我就静候佳音，林师长。 林权那边怎么样了？和我们之间判断的一样，他表面上淡泊名利，实际上野心勃勃。嗯，这是智州徐李二人最好的一枚棋子，千万不能放过。是。主任，我们调查叶翔的人回来了。是吗？广东海军上将身边确实有一个卫士叫叶翔的，而且确实骗了陈策的钱。
这不是跟以前的资料是一样的吗？您看看这个。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叶翔，跟我们之前见到的不一样。那是因为秦文雍的资料有误吗？到底是资料有误，还是有人故意让这资料有误，就不知道了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叶翔死的当天，朱云追踪秦文雍到了林一窑家，他进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所以。 老鹰被伏击的时候，他完全有理由说自己不在现场。他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？查，尽快的查。 老鹰，如果你面前分别放着笔、茶叶、书和钥匙，你会怎么拿？从左到右，或者从右到左。如果钥匙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一伸手就拿到呢。你的意思是？叶翔去拿东西。 本来是一伸手就可以拿他最近的钥匙，可是这时候秦文雍说了一句话：“看好了，别拿错了。”肯定是这句话提醒了叶翔，所以他没有拿他最近的钥匙，而是拿了离他最远的笔。然后从左到右，老鹰，秦文雍果然有问题。 你们也认为秦文雍有问题啊？但是我们现在和徐主席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，他作为一个中间人来讲，很关键。现在不能动他，他该做的工作还要去做。你们想要动他的话，只能是暗中调查。是。共产党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？上次抓回来的20多个人。 最后只能放回一旅。不过，我们对他们依然保持着监视。嗯，千万别再像上次那样把事闹那么大了。秦文雍和张云林再因为这件事情再次产生矛盾的话，恐怕对我们下边的工作非常不利。不过，据我们所知，秦文雍和张云林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好。立场不同。 政见不同，有争执是正常的。如果说张云林那么好对付的话，还要秦文雍干什么？是。没想到郑主任这么护着秦文雍。 主任一是不愿意相信他带来了一个共产党，二是南宁这边确实需要他。主任说的对，我们确实应该转换一下追查的方法。转换方法？查秦文雍可能没有结果，查他周围的人可就不一样了。你是说查秦家的人？秦家的人肯定要查，那还有一个人。 更重要。谁呀？林瑶，徐主席的秘书，二旅旅长林权的妹妹。这个林瑶似乎曾经是秦文雍的恋人。我们上次见过他们在火车站见面，那个眼神，虽然只是一瞬间。 那是只有恋人才会有的眼神。你想在这里做文章？嗯。不过他们以前是恋人的消息，不能泄露出去。为什么？没有结论的调查是失败的调查。在没有结果之前，
任何人都不许说。在颤栗中苏醒，耳边狂飙在呼啸，凌掠北风独行，血流在身躯，却隔离生死距离，黑白交错的瞬间，凌掠北风独行。啊，情非得已，忘记我今生的缘曲，许你来世那个秘密。啊，手足痴心，原谅我今生的无情，许你来世的拥抱，我就是那个秘密。燃起，不能被轻易敲醒，所有痴心的守望，就是这个谜底。